我们今天跟王鼎教授谈了，越谈 越觉得对你很钦佩啊！你看哈，我看了你这一本啊，整个规划的这个草图这一本啊，虽然我们不见得是看的，对，这个只是其中一点点，这些草图每张都精彩，看到没？每张都很精彩，就要从这个啊，这么多草图。这个每一张哈，可以看出你的用心，还有你的整个的绘画的功力，都是很棒啊。这个只是你的十分之一而已啊，对，可能不到十分之一，不到十分之一。可是哈，你看，我们就从它的整个这个你把它装裱的或者整个过程，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个设计师，好的设计师是怎么样认真的在工作啊？那真的让我们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但是我们学不来，这方面学不来。这是全公司的努力，不是只有我的。对对对，我是做一个 layout， 然后一些草图，然后再来电脑，图都有公司员工去做。嗯，对。那可是现在很多年轻的这个设计家。那个手上的功夫差，手绘功夫，对，因为以前的学生啊，学设计的真才实力，对对对，这方面啊，那时候是逼得你不得不用手来画，没错没错，那画错了一点点，可能这张就完了，对啊，就要重新再来过，那真的是，所以王教授，你说你一天可以画多少张？我如果要画十张也没问题，哦，是，那可能现在的小孩有的十天也画不出一张，没错没错，想不出来，对。所以这个您这个功力哈，有时候真的是我们对这个下一代哈那个基本功的要求应该要多要求一点。没错没错，你提到这个我顺便讲一下，我在学校教课，我晓得现在的年轻的同学哈，几乎对绘画基础都是因为都太依赖电脑，太依赖电脑啊，电脑它本身也必须要人脑来控制，当然是啊，所以它的速度绝对输于手绘，而且手绘你本身感觉比较够，而且手绘的东西啊，看起来这个比较亲切啊，觉得温暖的亲切，而且。艺术性好像比较高的那种感觉，没错，可爱，觉得比较可爱啊。对对对。那我们顺便讲啊，常常有人啊问我说：“哎，您艺术家啊，大画家，我请问你，什么样的男人你觉得最帅？”我就跟他讲：“成功的男人最帅。”所以我觉得王鼎你很帅。谢谢。你个男生哈，当然女生也是一样的哈，尤其一个男人，我总觉得，如果说他只有一张漂亮的外表。可是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内涵的话，那个我觉得还是真的是，就是虚有其表的感觉。你跟他相处久了，就觉得外表其实看久了也就一样了啊。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内涵，还有他真正的功夫，做任何一行，他必须要真正实际上，很扎扎实实在他那个领域里面要下了很深的功夫。没错，没错。所以这。你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啊。那我们中间可能我们要再看看啊，我们王教授在这个施工过程中啊，有几张照片给我们观众朋友看一看，这个也是蛮珍贵的。你看看。好，这一张就是我们在事实上我们整个生活馆里面有四个部分，事实上装修的部分并不多，做的装置的部分并不多，所以这个用了最多的木工也就是在圆形剧场，所以这是圆形剧场的四周，圆形剧场它是一个圆形，所以它的那个座位或者它的高度是经过都是个讨论，而且它的尺寸都不能有错误，你做错的话整个都要拆掉的，所以在四周的构成哦，看这么简单的一个四周工程，事实上我们也讨论很多次的四周方式，还有材料的选择，比如说要承受多少人在上面做，所以我们下面的建材看得出，下面建材我们是用那个钢的，钢架有没有？看钢架，对，所以说在这一个往往能看表面的时候并不准，你看内部才晓得这里面用了很多心思上去，并且这个做的工程非常扎实，哎，没错，你就用很多年它都不会坏，没错没错，因为很多人要上去做让你拆，哎，对，其实这我觉得任何一行的人，你都在你的领域里面要很
扎扎实实的，就是实实在在的做，不能说是只有表面漂亮。没错没错，那这个两年就坏掉了。对对对。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些题外话，先来看。这还有一张。这一张是那个天花板，因为这一个地方用很多的3D 的效果，所以天花板上暗藏很多机关，是，比如说一些投影机啦，一些配线的问题，所以上面看很多很多的那个配线啊，这个就是在四周的时候，我们也是经过都是跟一些专家配电的专家来讨论 的，对对对，才不容易。配电专家还有那个影音效果的专家，还有一些3D 效果的人家共同开会讨论，才决定这样一个。不要看这天花板一个简单制作，就是多少人的结晶在里面。那是是，那这必须大家共同的，不能各自为政。没错没错没错，要合作。要合作啊！这个是二楼的那个比较身心灵那个部分啊，这个在制作过程当中，我们也是有那个窗帘纱布的。掉的位置也是调整后多少次，那最后决定这样一个效果，这是灯打开的效果。这个也是一样。这是有没有放电脑？没有，这没错没错。哦，然后那个窗帘，那屋顶上可以看，刚刚看到有一些那个花卉的画，就是上面有，你看那个油画在上，在看屋顶上。好，屋顶上，你看，那件是用画布去画的画，然后再放在天花板上，因为毕竟这是个花博展，对，我们还要跟花有点关联，是。但是你的表现花有跟花有关联，可是表现方法不一样的表现，对，是大块文章的表现法。没错。这是刚才刚已经讲过，就是整个的感觉啊，是这样子。太好了，那我要请教您，这个花博就是我们就光讲生活馆，那生活馆里面，您刚才说四个部分，您再给我们整合一下，看哪四个部分？它这个生活馆。总共分成四个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它名称叫生活馆，所以它必须跟人生活有关系，对，跟人文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四个馆有一个就是那个生活智慧中心之第一个馆，这个生活智慧，那就是表现人的演讲就是服装秀啦，或者演讲，或者是一些讲座上课用的，这是生活智慧中心啊，这个馆让你能够在里面能学到东西，对对对，就学习的一个地方。好，再就是一楼的那个圆形剧场，就是刚刚所看的那个剧场，那个表现那些3D 影像，主要是要表达台湾的山川河流花卉，台湾的那是对台湾之美。然后前馆里面有色彩都是这个馆，其他都是黑灰白，就这个馆就有色彩啊。这个馆因为它必须要表现就是台湾的那种花卉，所以这个馆就比较有强烈的色彩，但是它的强烈色彩并不适宜，并不熟悉，并不花俏，对对对，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好，然后再来还有另外一个馆，就是二楼的身心灵SPA中心。那既然称叫SPA中心的意思，就是说等于是清洗了，对，对，把身心灵全部清净来的一个地方，让你冥想，让你在那边可以去思考的一个空间，好。然后再来一楼来一个精品中心，就是展示一些台湾的精品，台湾的漆器，台湾的家具，就是把生活的食衣住行都容纳在这个馆里面。但是它这些都很有特色。对对对，我们用不同的方式的展现，是不同方式的展现。这一共是一楼二楼，这两层楼，不高嘛？对，总共有一千多平。那这个馆的地方是在在新生公园，新生公园，新生就是旁边是，就是新生公园，就刚好在民族那个梦想馆的，对对，跟梦想馆在一起，对对，梦想馆在一起，对，梦想馆、未来馆跟生活馆三个馆都在新生馆，对。我觉得这个馆这个地方，这三个馆是最好精华，对，最好的，因为当初他的规划就是这三个馆就是要表现一些台湾的软实力，台湾的一些智慧，就在这里。那其他的馆大部分都展现花卉的味道，只有这三个馆是比较表现软实力的。是，那这个我们这些工程做的扎实是很重要的吗？因为我有朋友啊，在北京，他们说试运的那个什么水立方啊，还是那个鸟巢，很多地方都裂了，
他看到，他还拍起来了。厕所那个很多地方都地也有的裂了，所以这个样子是我是觉得我们台湾的工程是不会这样子。对，因为这次我们的要求是蛮严谨的，因为我们也只准成功不准失败，所以每个细节我们都很刻意的去。对，所以经常就是说在工地待到深夜。哦，好辛苦、哦。对，经常是这样子。好辛苦。那个就是像这些现在的这些建筑啊，现在这些将来有什么样后续的一个用途吗？对，我们总共这个花博有14个馆。那其中有我们这个生活馆跟梦想馆这两个馆，跟未来馆就等于一起，这两栋建筑要保留到9年以后。9年以后它会拆掉吗？那就到时候再说。因为这个建筑拆掉很可惜的。对，这个拆掉非常可惜，将来一定要做一个长久的一个规划和应用啊。那不然的话，9年也，我觉得9年很快也就过了。是啊，因为所以现在市政委在讨论这个问题，可能他们也在考虑其他的馆也要保留。对，因为花这么多钱下去，如果展馆都拆掉，那太可惜了。甚至那些比如说。展花卉的那些地方，比如说圆山呐、还是其实他们将来变成大花园也很好。对啊，很好。所以在讨论这个，你等于有休憩的地方。对。那新娘拍婚纱也有地方去拍啊，像这个就做将来做表演呐、比如说音乐会呀、也是可以的、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对，很好。台湾本来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讲说，那是小巨蛋还没好的时候，大家就讲说，台湾要有表演场很难呐、哈。不容易，所以有了这些馆的话，将来表演人对，就像现在你看大家公园、和平公园，应该它是一个很好的户外表演场所。是，对对，现在跨年的时候，对啊，都有那个神鼓的表演。是哦，现在都是一些国内外的团体可以在这种大环境来表演，所以如果拆掉正太的整个这个环境，好，那把台北市。焕然一新，我是觉得我的建议也是希望能够不拆掉是最好的。那像这个大家和平公园哈，比如在有水的地方，我今天看到他那个就是预演那个跨年的时候那个火啊，水火啊，对，我心里在有一个顾虑，我想说这样会不会是对生态会不会有影响？就是对，就是会把那个河里面污染，河水污染了，会不会？事实上，台北市政府是很注意这个问题，因为这次的展览大家很注重就是生态，还有环保，绿建筑，这个是现在新的建筑的诉求，都是朝这个方向，所以每个细节市政府都去注意到，我相信他们都有考虑到。这些问题，而且我们市长本来也就是环保署的署长，对啊、他应该在这方面非常注重的、没错，没错。我觉得他这次做得很成功，我的看法。是，当然受到很多的攻击了。嗯。但是以我自己参与这个，很高兴参与这个展览哦，我真的觉得就是真的很值得。当然攻击别人容易啊，他没有辛苦。光在那边坐着讲话很容易啊，挑人一点，把一点点缺点放大，这都是很容易的事。讲话太容易了，做事太难了。是。所以哈，我希望我们今天这个访问的这个过程，能让我们的网友对这个辛苦付出的人更有多一分的尊敬。对于做就是这个花博的这些展场，也多一分的爱护啊，多一分的肯定。啊，当然我自己还没去看，我马上要找时间去看，不去的话实在蛮惭愧的。但是我今天先跟您先做了先一番了解以后，可能再去参观，现场更好，就是更有感觉嘛，就等于您现在给我们先做了导览啊，没错，更可能更能了解这中间。你看，我又看到那个圆形剧场，想到里面是钢架啊，还是什么样子的，对，感觉就不一样了，那不一样的。那我们再休息一下，我还想跟你多谈谈。好。